大企业获得破纪录的盈利，亦啱啱获得大幅减税，大中产阶级正挣扎求存。施提案就一个创新的方案，等最赚钱的大企业出一分力，去解决当前无家可归的危机。由年收入超过5000万的企业支付，不是小商业或者业主。施提案获得民主党、教师和医学界专业人士的支持，请投票支持施提案，税收由大企业支付，不是你。